Hello，我的名字是陈孝顺，我是二年级，我喜欢打篮球，打棒球，football soccer，我也喜欢游泳，我喜欢跑，因为我跑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有一点很快，比我妈妈和爸爸更快，但是我哥哥跑得很快，所以，我也喜欢跑，因为有时候我吃很多的时候我很饱，然后我想要，不会那么饱，所以我就有时候，跑圈圈，在那个黑的时候像那样子，因为你跑 circle 那个圈圈的话，因为是黑是是黑，所以不会那么热。我也喜欢吃泡面、火锅、麦当劳。我也喜欢我妈妈做的食物。我有时候吃肉，像牛肉。我很喜欢吃菜，像地瓜叶。我有时候也喜欢玩电动，但是我知道电动太多的时候会对我眼睛很坏。我也喜欢喝珍珠奶茶、水和milk， 因为那个东西有 protein， 我很喜欢那些喝的东西，但是牛奶茶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我就告诉我妈妈不行，喝太多。你想去哪里？我想去 Africa、Hawaii 和台湾，因为那些地方我读书的时候，他们说很大方和很好玩的地方。我长大时候，我想要变成一个，我想要变成什么啊 ？Chef， 因为有时候我跟我妈妈做食物，然后我喜欢帮我妈妈，我喜欢帮我妈妈，因为我不是只是想喜欢帮妈妈，我也喜欢帮很多很多人。拜。